天台北吃最烂的披萨，买单应该给我打个七折，但那个不是真的，我在气的，气的是他用纽约的名字。Man， 吃了他第一口我就不爽，这是什么味道完全不像，最不喜欢饿的时候上当，让我只想冲进你的厨房，塞你那些厨师两个巴掌，对，就是那么夸张，真是傻瓜，胆子好大，这么简单的食物也搞砸，对于网上那些称赞，感觉一定是女朋友或者笨蛋，这么难吃，给谁评论？要是我的话，就一定给你零分，给你零分，不值得你的名称，这种味道真是丢脸，还好意思骂的说你来自纽约。Pizza Pizza Pizza， 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 Pizza。Pizza Pizza Pizza， 还好意思用纽约的名字。Pizza Pizza， 味道吃起来像它是 Pizza。Pizza Pizza Pizza。最好当我买单，记着。Man， 我不是故意整你，但是你先整了自己。也许你不知道我是纽约来的披萨博士，吃了二十几年，我不骗你。以我经验，好吃又便宜，但是你的却难吃又贵，还没吃完你已经觉得后悔。300元的披萨只有几寸，没人说你就把客人当成愚蠢，害我写了一首特别帮你推销，算你骗了一个纽约人的回报。 Bitch， pizza pizza pizza， 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披萨。 Pizza pizza pizza， 还好意思用纽约的名字。 Pizza Pizza， 味道吃起来像它是 Pizza。 Pizz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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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izza， 最好当我买单，记着。让我解释真的纽约 Pizza 怎么样，基本上是需要味道好的番茄酱，口感 QQ， 叠成一半，让人油一直流到大地碗。 Mozzarella Cheese， 那是必须，要不然不算是来自我的地区，不必假装才能赚钱，这是真的来自纽约人的观点，我们的观点，骗我们就翻脸，这样说你只是好意，下次取名最要小心。 Pizza Pizza Pizza， 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 Pizza。 Pizza Pizza Pizza，纽约的名字。 Pizza Pizza， 味道吃起来像它是 Pizza。 Pizza Pizza Pizza， 最好当我买单，记着。